不可能啊！我一透早就超过伊，把我甲珊珊搁伫个龙南做古厝这边的线索放出去，罗家凤因知影。照你讲，孙宝海早就应该来找我才对啊！是安怎到暗时啊，还阁无看到人影？总算来啊！这么晚是啥啊？敢是你有叫外送？无的确是厝边隔壁的要甲咱拍一个招呼的。去开门啦，无人等伤久嘞。是要去对啦？后门啊？能讲后门？啊！阿伯为他忙，为你袂好会掠着你啦。珊珊，较定着的啦。我无法做定着，我才想着，伊若是掠着你，会甲人拆散，我得惊吓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我无希望你以后受着，无法度甲亲生爸爸受恁的思念折磨。唔知安怎讲，我一定会尽力得到你爸爸妈妈的认同。敢讲你唔相信我做会到？我当然相信你。对啊，那呢，紧开门见笑脸啦。珊珊，我看我甲你头一次见面，就感觉你真有我的缘，因为。你就是阮的亲生查某囝。哎，啊，珊珊啊，我是爸爸啦。啊，我跟你妈妈哦，从来都无迄落想要甲你放屎的意思呢。我是前两天我才知哦，你是阮查某囝，啊，搁活在世间，我们做华裔的，啊，拢是迄个江头城啦，啊，搁迄个江海洋啦，这两个妖兽的哦，你啊变鬼变怪啦，才害咱哦一家伙哦拆散这么侪年啦。啊，阿婆，你来拢唔讲话嘞啊？你是安怎哟？伊爸面去惊着啦。无惊无惊，心肝定定定，吼。哦，要是你就是我咧骗你。哎，我知，迄是咱头一次见面的时吼，你对我印象无好对无？啊，伊讲我穿着衫啦，你就是我是变身啦。不啦，你若实在是无相信我，你嘛相信恁妈妈。啊！你甲你妈妈嘛头一次见面对无？见过足世界面啊！啊，恁讲话嘛真投机嘛，啊嘛会用个互相安尼安慰，啊搁关怀，敢毋是？我知影。啊，你知影啥？啊！我知影，你是孙北海，苏海集团的大总裁。哎。你是魏先梅。是目前新婚姜家大少奶奶，恁两个是我的爸母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是江道成让我坦白一切。啊？是江道成跟你讲的哦？我就知啊。去老妖刀啦！知影咱要来找珊珊啦，就先一卡步来找珊珊哦，注意风声啦。就是安尼来讲个借钱哦，拢闪掉啦，食较歹个啦。这个老狐狸哦，有够敢巧个啦。既然已经知影代志真相啊，安尼你啥物无来找阮？敢讲你无想要甲妈妈、甲爸爸相认哦？哎，阿叔唔知啊。伊认识珊珊面头前哦，讲咱两个歹话啦，啊，让珊珊认为讲咱两个是吼迄落无负责任的爸母啦，啊，无因奈安尼，无因奈无来找咱，你看伊拄只啦，目睭安尼干着目屎啦，
一句话拢讲袂出来，这不是江道成在西龙，阿不是什么啊？啊，好、哦，真是哦，屁股袂软的少的啦。我吼，今麦就跟老妖头抓来只当面对质，我要让珊珊哦，知影当年的真相是啥物。爸，你莫激动啦。你叫我啥？啊？爸。啊。我哪有可能无想要甲你相认呐？只是我拄则讲袂出话，是因为这是我一世人头一次感受到有爸母要紧关心的温暖。原来有爸爸妈妈是这种感觉。珊珊。是的，我是妈妈，我好你一直孤孤单单啊，到今嘛，都好你吃遐尼辛苦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好啊，当年好平生的代志哦，有问题哦，我拢无法解啦。啊，只好你真相哦，暗藏三十多年啦。害你一个人在外口流浪遐尼多年，害你母仔吃遐尼多苦，拢怪我啦，拢怪我，吼，拢怪我。看起来是美满大团圆啊，刷落来，伊一直想要甲珊珊接倒转去，换我表演啊。阿伯阿母，你好，我先郑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罗瑞安，我是珊珊的翁婿。你对我讲啥？哈？你对我讲啥？你讲，你是伊的翁婿啊？啊，恁当时结婚的哈？讲啊啊！怎定去的？江道生嘛是约到后勤事务所向我坦白一切。啊，听因讲话的口气，若真正关心要紧珊珊的想法，只要珊珊坚持徛在我这边，就算讲孙伯海对我阁有意见，嘛只好接受我是家婿的事实。安尼。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爸妈，吃两碗水果，饮茶啊。哎，少年的啊，啊，你叫啥？你叫我爸爸？我敢有认你这个囝婿？爸，啊，不过，我紧啦。啊，既然爸无介意我安尼叫，啊，伊也莫叫就好啊。珊珊，来，你帮我扛一下。真歹势，我唔知两位要啉啥，所以我就叫珊珊介意来泡啊。啊，毕竟厝内所有食的、啉的，拢是珊珊上爱的，甚至迄个酸仔嘛是上爱食的啦。珊珊，你嘛爱食酸仔？是啊，自细汉爱食到大汉。对啊，伊细汉时阵，一盒几粒。提起来客啊，啊拢真啊过敏啊！我会记有一届啊，啊食到规嘴哦，真甲袂输两条灌肠的。我着去问医生啦，啊医生讲迄是因为肉着皮的关系，啊才会过敏啊。所以为迄届了后，我计摆测酸仔的时阵，我拢特别处理皮，甲处理好啊。哦，喂喂，什么啊？啊你记得袂？你哦，我到来有山山的时阵哦，你嘛爱食哦山药咧，啊我嘛同款哦，弄个皮安尼下下哦，啊切一个整理整理给你吃咧，哦，嘿嘿。啊过去你对我真体贴无？哦，伊当然的嘛，我是无路尔，迄山药包哦，拢你吃，皮拢我吃，你知无？我就是哦，希望哦江道生紧甲记住吼，拢提上行李，你才知吼，我对你偌好，拄偌好咧，你知？足好个咧，我吃皮，你吃肉，你唔知哦？哦，原来。你嘛要注意这个细节咯，啊！嘛不是讲特别注意啦，啊，毕竟阮两个人自细汉做伙大汉，当然嘛要互相照顾啊。所以介意的、无介意的，我拢真清楚啊。啊，生活上上基本的，我拢会特别照注意啊。嗯。
我感觉拢有瑞安伫我身躯边甲我照顾。这几年是瑞安甲我做伙互相扶持，加上伊替我承担大部分工作上的期待，我才有法度安尼自由自在过日子。我两个人拢是江都城喜人的吉利啊，啊！不过我相信这是天意，天公伯就是爱阮辛苦好甘，也要让阮了解苦尽才会甘甜的道理啊。所以我真感谢珊珊一直在我身躯边陪伴我，我们才会当把苦当作食补振作起来。恁两个嘛算讲是吃真侪苦啊，会当改到这来，嘛真无简单。不你是安怎啦？啊来我那边去啦。爸，你莫感觉是我平素一直替瑞安讲话，那是因为恁对伊实在不够亲。其实瑞安之前这么偏激，拢是由江道行拐骗所逼的，也本是很善良的。恁爱相信我的选择，给我一寡时间证明，伊真正是我历史亚邦的另外一半。啊，你在写创啥啦？无你是安怎？你是白讲嘛？我知影，我娶珊珊无经过你的同意，你会做生气的。啊，不过迄当初我并不知影，伊其实爸爸妈妈搁在世。我若早知影，我一定真心诚意来打动您，让您会当相信我，我是真正爱珊珊，绝对无骗您。啊，即马青米已经煮食饭啊，我一定去弥补。我一定会证明给恁看，我嘛希望你会当相信，我是配去珊珊的迄个人。希望你会当我一个机会。别来这套啦，你。爸，你是创啥啦？爸爸无欠人啦，爱我给伊机会哦。你吼，等下问恁爸爸啦。伊若是愿意吼接受你是老家一份子吼，我就答应你啦。安怎？我嘛真希望我的爸爸会当接受我，也不过，也不过安怎？你家己亲生的老爸都不要相信你啊！你叫我这个外人来相信你哦？你是不是为难我？爸，你来这里讲袂顺车，我得跟你讲啊，瑞安进前若是有行为是偏激的，迄拢是予江道生洗脑的，加上江道生有一条魂，莫名其妙走来瑞安的身上，所以瑞安所做的代志。可能是予江道生迄条魂影响的，你想要做要怪瑞安呐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暂时哦，无要跟你离婚啦。要不珊珊，你即摆甲我倒转去，我无法度忍受吼，你甲这个唔食囝带做伙啦。无爱啦。嗯，啊你是讲，无人会当拆散我甲瑞安，有我就有伊，你若是硬要甲阮拆散，那安尼我就无爱转去顺家，另作归宗。是啊，啊你甘愿对伊哦？若无愿意哦，一家伙要团圆哦。是你逼我做选择的。哦你，珊珊，我知你因为爱我才会维护我，啊，不过你真正不应该在你爸爸妈妈面头前讲遐份伤心的话啊。当初跟阮爸讲的，若讲我莫想过超过，今仔这个局势嘛袂变甲安尼啊。所以。我真后悔，我足后悔啊！我无希望你失去爸爸妈妈。无，你无需要安尼想。阮珊珊哦，绝对袂安尼。你吼，甲伊无共款啦。伊是善良的人，啊，你是吼披着羊皮去只大野狼，无共款。哦，无共款。好啊啦。你真正是愈讲愈超过呢，敢讲你就是要把咱全部叫变走，你才欢喜讲话。不，珊珊，你莫甲恁爸爸计较啦，因为伊是关心你，阮是做无简单才找到你这查某囝，阮是想要好好保护你啦。这种保护是会叮当，我扛袂起。哎，珊珊啦，你。
咱即马大家拢伫情绪上，安那讲都讲袂清楚，就先冷静落来。抬头我已经答应啊，你若唔接受，我嘛袂勉强。啊，赛赛啊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你来咧甲我斗落咧，哟，我。恁较早休困啦，阿妈妈等下扣坑爸爸吼，明天见哈。